就让我这样抱着你，好不好？我看了江平给我看的偶像剧，我终于知道在两岁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打我一巴掌，骂我是色狼。还记错？江平说那个叫做初吻，以后我也只会吻咪咪一个人。不要学他们三个，是有的没的。我是很认真的。当我把狼妈的项链交给你的时候，我就这样决定了。说明项链没关系。等你准备好的时候，我再帮你戴上。我们可以先签约盖章吗？有些人不在意。